张子凡，今年45岁，他一有时间就到北京市潘家园旧货市场去逛逛。这里是全国最大的古玩艺术品、工艺品旧货交易市场，商品琳琅满目，而每次张子凡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早已淡出人们生活的大哥大。姐，你今天看看我这大哥大吗？还有一两个。来，过来看看我。来，你看我这个，我这现在新收的这个是插卡的，确实品相好。收藏大哥大是张子凡的爱好。上世纪80-90年代，像砖头一样厚重的手提电话极其昂贵。回忆起1994年第一次购买大哥大的场景，张子凡依然记忆犹新。我去西直门营业厅看了有6次吧，到第7次才买回来，把那个店员都问烦了。我去问他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，你确定能使30年吗？因为他告诉我那东西寿命是30年。店员后来说，我没法回答您了，已经，我都告诉您6遍了。大哥大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开始步入移动通信时代，那时只有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才能享受到这种便利。上世纪90年代，买个大哥大差不多都能在北京南五环附近买个小户型的房子了。94年黄村的房子是400块钱一平米，也就是一套40平米的房子16000块，你买台大哥大就13-14千块。手提电话的价格在10000多元至30000多元不等，还要再交6000元左右的入网费才能使用，每月要交上100元服务费，通话按分钟双向收费，长途费另加，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现在想起来可笑，经常是揣着大哥大到胡同里边去找公用电话，然后呢人前必须打的时候一定要打，但打到50秒55秒的时候自己都设置一提醒，到这提醒了声掐给他按了，别回头。最懊丧的就是打1分01秒、1分02秒。看着大哥大，张子凡很容易就回忆起年轻的自己和那个飞速发展的时代。2010年，张子凡开始收藏大哥大，经常到潘家园这里淘货，一来二去成了梁秀兰店里的常客。因为我先生认识好多那些实际上就是在北京收废品的那些人，知道吧，就都给他们撒下去说，只要有大哥大你就都给我送来，我就全要。当然也挣得很少，一个挣10块到15吧，大概其就给他收，后来就成朋友了。在7年的时间里，张子凡收藏了近1000部大哥大，以至于家里放不下了。母亲对儿子的这种行为很不理解。那第一个买我很高兴，后头他这个存越存越多，然后呢他也不告诉我，他这个就等到他用我的时候，这事儿就爆发了，我也全知道了。他提前买的时候他不说，结果我到库房一看，一箱子一箱子都满了。张子凡最喜欢的是一部大灰狼，张子凡总是把大灰狼放在客厅的展示柜中，母亲总觉得碍眼，便会把它收进箱子里。妈，哎，我这还得搁柜子里，别给我动啊。好的，不动。大灰狼当时在香港首发的时候有3000台吧，15万港币当时卖，很厚重的，电影里面经常见到。2016年夏天，张子凡在外地出差，北京下了一场大雨，雨水渗进地下室，张子凡收藏的大哥大全被水泡了。我到仓库一看，全都在水里呢，那不管也说不过去，所以都给他搬上来，完了给当了10多天，半个月吧，都给它晾晒，都给它擦完了，现在还都没给它分到类呢，还都没弄呢。家人对张子凡的爱好有些无奈，使用模拟信号的大哥大现在已经毫无实用价值，大哥大的外表也大同小异，没什么欣赏价值，而且又沉又占地方。为了存放数量越来越多的大哥大，
张子凡买了个房子做仓库。让家人感到欣慰的是，虽然大哥大没涨价，存放大哥大的房子却升值了。从1987年广州卖出中国第一台手机至今，手机在中国已经整整30年了。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显示，如今中国手机用户超13亿，4G 用户总数超过8亿。从大哥大到智能手机，30年里，手机已经从奢侈品变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，也涌现出一些逐渐走向世界的国产手机品牌，还催生了许多与手机有关的新职业。一个移动互联的时代已经到来。收藏大哥大，追忆似水流年。一套40平米的房子，16000块，你买台大哥大就13000-14000块。应急通信，无悔奉献青春，讲述手机背后故事，记录30年风云变幻。一种通信方式的兴起，常常伴随着另一种通信方式的衰落。北京西长安街上的电报大楼，是中国第一座新式电报大楼，是全国电报通信的总枢纽。1958年10月1日正式投入使用。电报大楼的钟声曾是新中国、新北京的重要标志。当时我们所用的机器都是那种黑色的机器，一下要几百台并着排，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作这些桌子一样的，要马上，你说得多少台机器摆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场所上，那么一转起来以后，我们的传送带一响，噪音非常非常大。去年刚从北京电报大楼退休的贾锡刚，偶尔回来看看以前的老同事们。他回忆起在电报业鼎盛的上世纪80年代，北京电报大楼每月的业务交换量多达300万张。电报大楼呢是24小时的开门营业的，无论白天无论晚上，特别是白天，基本上各个设分的很多窗口，那特别是国内窗口，基本上是每天都在排着队，所以我们的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那时候那电报它是有终点的，分等级，最低的我们那时候叫红分，就是8分钟的，就从发到给人那个送到收款员手里8分钟，就得给他送到。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，最忙碌的就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那段时间。1976年7月28日，突如其来的唐山大地震震惊世人，也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。那时北京电报大楼的电传机昼夜运作不停，工作人员也是风雨兼程。作为报务员，他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像战时的阵地一样，要坚守住，不能走。所以在地震的那几天，前前后后发生了很多次地震，是吧？我们的震感都非常强烈，但是这些报员没有一个动会儿的。我们这就像追出小山一样，这些电报，当这个电路送不通的时候，也就是送不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集中在一起，搁一个大的口袋里，比如这是房山的，这是密云的，这是昌平的，我们就派专人开着摩托车把这些电报送出去。我们这一代人把自己的青春、把自己的精力、把自己全身心的一切的努力都付诸在这个工作当中了，确实我们热爱这个岗位，也希望看到电信的业务的这电信事业不断的更好的发展，给老百姓带来更好的这个利益和用途。年代变换，从事通信工作的劳动者们一直冲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。出现突发性紧急情况时，综合利用各种通信资源，保障救援、紧急救助
和必要通信所需的通信手段和方法，就是应急通信。我国各大运营商都成立了应急通信机构，工业和信息化部也将加强应急通信保障能力建设，作为信息通信业“十三五”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。38岁的郭立兴从事应急通信工作已经15年，先后参与了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、北京奥运会、建国60周年庆典、93纪念抗战胜利阅兵等重要的应急通信保障任务。因为我们这个局这个建局的之初吧，之本就是有这么一句口号，叫及时应急、战时应战、平时服务。2008年5.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，郭立兴和同事们立刻行动起来。第二天早晨6点，从集团下达出发令了以后，我们马上就是11台设备，40名同志就是从咱们北京就出发了。经过30个小时的颠簸，郭立兴和同事们到达成都。与成都分公司建立联系后，立刻展开通信的保障工作。在灾区的1个月中，郭立兴和40名同伴一起，冒着最高达6.1级的余震，连续作战。他们坚守，就是为了保证救援部队能与灾区通信畅通，为了能让灾民们与外界的亲人及时报一声平安。看到一张张或激动或痛哭的面孔，郭立兴也思念着自己肝硬化晚期的父亲。我父亲就是那段时间身体状况也不太好啊，但是咱们说实话，这个干这个应急的嘛，你既然是选择了这个职业，这个当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灾区需要你去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也是出于这个职责所在吧，也是那肯定是选择这个为国效力。就在这一年，郭立兴的父亲病重，母亲查出患有癌症，可是他一直忙于工作，没能陪伴和照顾他们。我对他们二老啊，这个始终感觉就是没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他们，所以想起来确实是对不起他们二老。其实当时我父亲走，包括我对不起。应急通信的工作有个特点，越是节假日越忙。2017年的春节就要到了，春运期间火车站的客流激增，为了保证这些在外务工的人手机都能有信号，能及时与家人联系，郭立新和同事们检查好应急通信车的设置，出发了。你像咱们这一次在7个站准备开通的3G、4G 基站车吧，配了24个载频，啊，每个载频呢能够大概支持同时在线是100个用户。我这个3G 的基站呢，总共能同时支持2400个用户同时通话，啊，那就如果按照每个用户说通话平均用13分钟来计的话，那么我1个小时的这个保障量呢，基本上是可以在15000到20000人的这个通话的这个保障量。郭立兴和同事们来到北京西客站附近，开始手机信号增容服务。为了保证北京西客站旅客的信号畅通，他们春节都要值班，无法回家过年。我们不管是你赶上三十也好，赶上初一也好，不管，但是我们有几个硬的时点必须得去的。咱们民俗嘛，有可能是放炮啊，就是前期排除一下这个车辆周边的这种易燃物啊，那对这个车辆的这个安全巡视检查，保证这个通信这个网络这个安全，也是我们的这个职责一部分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
子欲养而亲不待。逢年过节想起父母，郭立新总是难以控制自己的情感。那么如果说现在能够有机会说我能够跟我父母来说上一句话，那么我觉得说，爸妈，我没有辜负您对我的希望，我呢也会好好的照顾好自己，好好的生活。古代有飞鸽传书，烽火告急，如今我们有智能手机应急通信，科技的发展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让沟通和协作达到前所未有的便捷。每年的5月17日为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，2017年的主题为发展大数据，扩大影响力，意为探索研究大数据如何转化推动社会发展。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，手机将与我们一起迎接机遇，书写传奇。